好像禁止拍照。大人物，大人物。我知道我在教会的时候是，就是最后一周被连署嘛，就在运动上是一些事情。那我主要是打排球这样子。我那时候很高，还是很高兴的是出卖。哔吧哔吧，来郭一栋是哪位？郭一栋。运动不知道连署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